片商愿意花大钱的、啊、买那个首轮电影，但这里的电影不见得比台湾新的、啊、很多有的台湾演过了，这边才在演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到这个赌场里面，右手边这栋，这栋，这栋最高的大楼，这栋，现在，哎，几栋，几栋，金色、红色跟黑色，你看这三个颜色组合起来，这是参照中国人的五行八卦、五行学说，哦，金生什么金生水是吧？啊，金色代表什么？那个是五行的那个学说。好，赌场到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还要准备下车。我们去吃自助餐，不要先讲了。这个自助餐呢，没有饮料，饮料要自费，没有茶，没有咖啡。哎，看前面有两个庞克族的，两个庞克族的，那两个女孩子，不是男的。嗯，庞克族的奇装异服，很奇怪的那个，你看看那颜色染成桃红色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面的红绿灯那个。那个像穿迷你裙又不像穿迷你裙，又像穿吊带裤又不像穿吊带裤，哎，结果穿的是短裤加吊带裤，那穿斑马袜，高筒的马靴，哎，一个是男的，好像一个是男的，我以为从背面看两个都是女的，啊，一个是男的，所以，哎，两个人会在一起，零高零轰高轰啊，难怪啊，哦，嗯，这个。